Hello， 大家好，我是罗老师。我们今天要开箱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这台 MoClean M3。啊，不行不行不行！等一下，妈咪拍完再给你玩啦。过来，过来这里。这台呢是小蜘蛛，推荐给小蜘蛛。不要抢，婆婆一直抢我的手机啦！不可以，不可以。好，我现在长话短说，就是这一台呢，就是这个。MoClean 扫除机 M3， 其实它有很多型号，像 M6、M5， 然后这个是比较便宜的机款，是 MoClean M3。可是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一款？是因为呢 ，M3 其实就有具备足够的扫除能力了，因为呢它的吸力有16帕的话，其实就是16K帕才对。16K帕，其实它的吸力16K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一般在外面买那个吸尘器呀、啊，不管是扫地机器人还是手持吸尘器，你一定都会看它的吸力嘛，对不对？吸力大概是多强，然后你会去考虑说它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那其实我们一般居家用的话呢，用到16K帕其实已经很足够了，它都可以做到你的棉被的除螨啊，这部分都可以做好，因为它还令，待会我们开箱过后再讲它的配备有什么。那我先跟大家分享说，我平常在挑选扫地。就是吸尘器的时候呢，我会看的几个重点。哎，这是我女儿的架子。几个重点有什么呢？像第一个，刚刚跟你提到的吸力，当然是很重要。你在外面买那个吸尘器啊，怎么了啦？等一下哦。刚刚讲到哪里？就是我们在挑选吸尘器的时候呢，其实重点有几个。像我的话是女生，我除了考虑到它的吸力之外呢，还有就是外形。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外形的话很多其实都像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人呢，其实都很风靡像大牌子，就是做这个手持吸尘器很红的一个品牌。可是大家也知道，它虽然红，可是它很贵。那这样子的外形呢，其实不到5000块就可以买到了。我买这台 M3 其实就不到5000块就可以入门了，所以就是推荐给入门的妈妈们。好，刚刚提到就是除了吸力之外呢，就是外形 OK 了。我还有考量到就是它是不是需要使用到耗材呢？不用担心，就是这台 MoClean 我有上网先查了，其实只要到它的会员的官方网站上面注册完过后呢，每半年都可以只要付80块的运费就可以得到那个不用钱的滤网，所以其实耗材的部分你不需要担心。再来还有什么呢？再来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买它就是要居家清洁嘛，然后其实房间的除螨很重要，它还有送一个刷头，就是除螨的刷头，它就是拍打的那个刷头，电动刷头，这个很重要。电动刷头是现在基本你去买手持吸尘器的必备，它应该要附有一般的地板刷跟电动刷头。最重点的重点还有一点就是价格，你什么样的价位你可以拿到什么样的东西。其实你要买到10000多块的吸尘器也是可以，可是你只是居家清扫，真的有需要买到这么贵的话，其实很值得我们深深的思考。因为你买到这么贵的东西，其实你做的事情都跟你买5000多块的吸尘器比起来，其实差不了多少。因为我平常在家里配合扫地机器人去做清扫，那你一些简单的清理东西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不用花到这么多钱，其实5000块以下可以做到这么多事情，我觉得已经很足够了。好啦，那我们现在先把它打开来看看里面的配件跟它还需里面的配件跟它里面长什么样。拜拜，爸爸，你在看你自己呀、啊？好咯，我们现在就要来开箱 MoClean M3 的扫除机。先把它从箱子面拿出来，这台就是 16K帕 的强力吸引度、强力吸力的 MoClean M3， 算是小蜘蛛的入门款吧，5000块以内就可以买得到咯。这是它的延长铝杆。看看里面还有什么呢？这个是它的主刷头，还有什么呢？这个就是它的主机啦，还蛮漂亮的。还有一个是两用刷头，跟一个转接头，跟充电器。好，就这样。好啦，说明书就很清楚，它里面有所有配件，请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是否齐全。电动地板刷有了，延长铝杆有了，2合1刷头有了，转接头有，然后充电电座说明书没错，跟一个主座，
这些东西通通都有了。好，来看一下我的型号，就是 Moncler N3 无线手持吸尘器，然后制造厂产地国别是中国，制造年份是2020年制造的，然后它是200瓦功率。好，现在来看到这个主体其实很轻耶，以我这个力气很小的人，我单手拿着我都不觉得吃力，然后它这边就是一样按一下就可以使用。好，一档二档停，其实最它有两档可以使用。然后呢，这边是它的集成盒，待会跟大家介绍怎么拆这个集成盒，因为我最怕就是那种集成盒很难拆，然后把自己只要扫个地板花容失色。这个应该就是，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说明，还蛮好拆装的。那声音也不会很大，我刚刚在这边按了两三下，我女儿没有被吵醒，证明她不会太吵。对了，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Moncler 的布团电动，所以它这个呢，其实简单来讲就是除尘螨用的，就是我们除尘螨的话换这个小刷头。噔噔，就是它这边可能边边还有再多附一个这个地方的电动，所以它可以打除尘螨，跟一般的刷头长不一样。给你看一下，它的地板刷是长这样，那它附了一个，这边可能有一个，旁边这边有电动的，所以它就是除尘螨的刷头，就可以打棉被啊，打一些布类的东西，然后吸那个，可能在那上面残留的一些尘螨之类的。这个啦，所以它有两个刷头。这是我们的床单，才刚换，很干净耶，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尘螨才对，试试看。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床单也有尘螨，太可怕了！我们的床单才刚换，它已经布满了尘螨了。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